根本开不出来，你看又是十万，不愧是金装，爆率真低。哼，今天要挑战的是白送的两个礼包，开到啥就用啥。先看枪的，不对呀，开错了，尴尬。这次没错了，可别是 M24 这种东西啊。真行啊，偏偏就是他，打五图啊，兄弟们，这不找虐呢吗？给我个六甲也行，如果是头，真就没法玩了。好一个乌鸦嘴，怎么办？这下难受了。战备值倒是没问题，两个加起来正好够。没有退路了，出发吧，兄弟们，相信一切皆有可能。这复古点直接原地不动就有人送上门，怎么样？竟然没看见我，厉害了大兄弟，他六级头啊，不能打头了。好在他没甲，跟我一样，一枪可以秒，没中就再来一枪。完事儿，开局很顺利嘛。这朴仔比我还蠢，我还带几个投掷物呢，这家伙啥也没有，找下一个吧。看来不用了，我已经凉了，郁闷呀，再回去等一会儿就好了。And how are you?人品爆发没掉东西，概率是不改了。竟然又是这个复活点，试试之前的方法还管不管用了。事实证明这招真行啊，又上钩一个，再往上爬，这你还不拿来？又一个六级头没穿甲的，都是被战备值给逼的吧？这赛季确实不爱掉东西了哈，肯定不是错觉。但我昨天那把金枪为啥一把就没了呢？对 boss 有点想法，毕竟现在迫切的需要换身装备呀。这眼神他也刚看见我，一枪打头了，是个六级，没办法，需要手雷支援。哦，钢铁网扔不过去，只能顺爆。完了完了，兄弟们，大事不好，他加好血了，六级呀、啊、就看这雷了。惨了，基本可以等死了，根本打不动，中一枪也没用啊，就是给他挠痒痒。好家伙，他在干啥呢？这枪法我换把枪他早没了。哼，解脱了，兄弟们，六级头没了，我很欣慰。随便穿个甲我就能带辐射板了，在辐射区里我更加游刃有余。伤害确实有点低啊，还是高爆呢，必须打头才能两枪一支。这把完全不同了，地血很复杂，听好脚步并且观察好的话，可以耍得敌人团团转。哦，就算如此风险也很大，先开几根金条确保不亏。有人来了，就在头顶，我已经被发现了。你飘，他在打榴弹，正面根本没法打，我需要一些套路。最好他在房顶，我可以在这跟他对枪，远程是强项。不曾想一个还没解决呢，又来一个，这个好啊，就是一枪的事儿，开什么玩笑呢，这都秒不了了，还得浪费我手雷。我还准备给六级呢，浪费不说，还没搞定，并且还让他跑了，我郁闷。凭直觉，楼顶应该没人，过来找找机会。看见了，果然猜对了。不好，这家伙什么套路啊，不好好开箱子上来干啥，赶紧溜。没事，他根本追不上我，我一心想跑他就拿我没办法。我一定要找机会狙他，除非他不开外面的箱子了。我又来了，就是神出鬼没。脚步声在楼下，他很慌，还得纳闷呢，这是来了多少人呀，一会儿一个。刚才我看见他把哨塔里的开了，那房点基本等于安全，我只要看住一个箱子就行了。万万想不到啊，兄弟们，等了几分钟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只有两种解释，一个是他被小怪挠死了，另一个是他被我吓跑了。这也行啊，我一个人没打，却溜到了最后，辐射区全都是我的了，连这些箱子都没开呢。可惜这枪打怪太慢了，时间又不多，真的是含泪放弃，只能挑些简单的箱子，我太难了。 Oh no!出了张黑卡，只能开这个黑门了，不要小瞧它，说不定有更大的惊喜。就看这俩武器箱，好，凉了一个，不错，又凉一个，这时候给我信号枪有啥用啊，用的机会都没了。剩下两个箱子就不用看了，一如既往的熊。这把一个人没打，安全返回，收益210万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明天见，拜拜。